这位穿风衣的朋友，就大家都不认识我，对吧？啊、嗯，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是看着我的戏长大的。啊，那我真是觉得很幸运，我能长这么大。我就是掌握这个全国人民手中的遥控器的金牌编剧，国民未婚夫，未婚夫。这段国民未婚夫的未婚夫啊，未婚夫，国民未婚夫的未婚夫，能不能连着念三遍？国民未婚夫的未婚夫，别闹我了，我记不。未，好嘞，好。你是个著名编剧是吧？只要有我的戏在架上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选择我的戏。在架上？你是在超市播的戏吗？在架上就是要自行选择嘛。哦，懂了，一定要选择我的戏。好，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。我的戏有流星草原，大家一定看过。王子变牛蛙有没有看过？挺香，这电视剧听着挺香的。还有一定你们都非常喜欢的之下三部曲，泡面之下，泡馍之下，还有泡澡之下。现在正在拍摄的是流量爆棚的这个新剧，叫做《巨响谈恋爱》。哦，这个主角分别叫巨响和谈恋爱。所以刚才那个就是巨响了。刚才是真巨响，他是男一号吗？哦，你现在怎么还这么轻松？你男一号挂了。你觉得还有人可以合适这个接替他的工作吗？坐下。你现在可以赶紧决定，我档期很满，快点决定。我可以考虑让这个周助理啊。你跟死者就是合作的关系。是，我是他老板啊，就他的角色都是我写的呀。你是因为这一部戏才跟他合作，还是你一直就认识他，一直在跟他合作？因为这部戏他找到我，哦，想让我捧他一下，我就因为一些原因使用了他。